后来那些人出来告诉我说啊，这个行李有几件哈、啊，然后好像没有上飞机哈、啊，所以从那边我就心里有底了，我就在那边等啊等啊等啊，这一等下去一个小时没有了，开始从那边等，然后这个最后还是等到大家了啊，然后我们上到我们的车子了。我们的车子大家看到是非常新的啊，一台车子，这台车子呢也不是这个我们第一团啊，因为第一团可能气味会比较重啊，所以我们这台车子呢也是这个今年啊一台这个新车子，然后这个蛮不错的了，因为我们也是这个公司安排啊接各位嘛哈、啊、所以我们用这个比较很优秀的驾驶员啊，然后我们还有好的车子来接各位哈、啊、然后也希望大家呢这个在旅途当中啊乘坐的舒适一些，因为我们这一路走来哈、啊、这个要走不少公里数哈、啊、因为整个在我们中国大陆这些的省份哈、啊、山东的面积呢蛮大的啊，然后山东的面积呢大概有15.67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呢这个面积非常大，然后我们走这一路啊，从青岛我们接到各位的，然后再走呢像烟台啦，再到蓬莱烟台，再到济南啦，再到泰安，再到曲阜，再到菏泽，然后再到开封啊，然后山东段呢是由我小何来负责的哈，因为我们山东当地的地陪导游，所以我们走这一段下来大概有走多少公里呢，我给各位可以先讲一下，大家可以这个自己有个印象啊，我们大概要走差不多2000多公里左右啊，开车子啊要2000多公里左右啊，所以这个路程有的真的是蛮久的啊，再加上呢你像我们这个山东当地呢这个人口也是非常多的啊，这个人口呢你像我们山东有17个城市啊，每个城市的人口呢大概都有700-800万啊左右啊，700-800万，所以整个山东省加起来的人口数是目前为止我们中国排名是第二位的哈、啊、第一位呢就是我们宋完去到河南那边啊、人口非常多，人口排第一啊，第二呢就是山东了啊，山东的人口大概有9500多万左右啊，9500多万左右的人口非常的多，所以我们一份一盘儿，一份一盘儿，加两盘儿就得了啊，加两盘儿，好嘞，啊，来，咱们先上，跟我拿钱啊，二楼，跟我拿钱 ，OK， 来，给我吃他九孔鲍鱼嘛，喂，不是，这个是香螺，他是九孔鲍鱼，那个地方送了。对呀、啊。
你就走，走啊！啊 ，OK， 开门！你转过来看了吗？转过来，很漂亮吗？这很漂亮。你的 background， 很漂亮吗 ？OK，OK。这边的东西不会便宜的，是我们的钱大，所以是每个人就说便宜，不便宜，100块等于10块。
要玻璃，因为我一百个人二十块，我每天都有来这边走走吧，所以我会知道。那你们。还有谁没有来？没有吧？没有了。来。你叫我去。哇！你要表演给他看几样子？啊！我拿多一杯啊！好，一个礼拜我跟。他们说。不是，你是完蛋了。不是，我来陪你玩的。我今天喝才咕咕咕咕咕。不是啦，母鸡叫公鸡才咕咕咕咕。不是哈，母鸡叫公鸡。我在德国，我在德国哈，我在德国，没有那个哈。没有那个。我有第二杯，怎么了？我这样。哇，刚爽，你刚爽了。不是高手，是豪爽，很爽。没有。这个我弟弟就是爽豪，爽豪。刚刚好烦的，爽豪。刚才你做马来人的，注意到啊。那他做全是他讲话。哎 ，Roger， 那个圆圆的，那个圆圆的 ，Roland 啊 ，Roland 啊，我家里有一个四尾蛇，我家里有一个啊，四尾，我上次，那你能怎么样飞？我上次很多个哦，那么好，送了，送给人了，对，下面圆圆啊，来吧，那个六号，六号，奖章啊。
厕所有白干区呀，厕所，这里有沙风，厕所进去漱你的口，那不是沙风井吗？厕所不是，他应该是。森林在于法国住了十年，还有他对法国的。在法国住了五十年，然后上面有那边他在那边酿酒的，所以他来这边知道你们的酒有多高。他住了五。看一下啊，五包一百呀，百合呀，百合，滋阴养肺。这个六包一百，五包，那单单吧，单单六包一百就好啊。
Thank you.
那么几岁了，几岁开始了？兰州之路了，太浪漫了。啊，兰州之路了，哎呦哇，好啊！卖宝贝之路啊！亲爱的，刘老刘好。这是什么无忧泉呢？无忧泉。转得像吗？拿手上来。那边啊，走吧。这里呢是这个夏天的时候啊，这边都会有荷花出来了，长出来了，我们叫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满城。哇，这个非常美的，还美。我们等一下呢，顺着这边我们走，往前面走走看啊。哎，老伯乐叫一个船，我来划我们了。来，快点，来，来，来，问一下吧，来。我们华，我去问他包。有大明湖啊，哇！可以吧？看前面几照可以啊。够了。够够了。公公是他们的，我是爷爷。啊，公公没有人气的，割掉大王哎，没有想到啊，你讲那个不存在写的，跟那个不存在讲啊，这些话，当时金龙比我们厉害的多了。对呀，对呀。他说的对了。我们这个建筑啊，这个这边的都是仿一些清朝啊，清朝年间的时候建的一些建筑啊。这种啊，这看起来，因为我们有亭台楼阁轩榭，木头以前每个城啊，外面都会有墙嘛，城墙都一定有的。这边应该唱和尚的夜色，好像能唱的。唱大调啊！神仙要来呀！我要上。哈哈哈哈哈！来呀！来呀！还没绕一圈。摇啊摇，摇到外头，全部外头的。羊都是向上的，垂柳啊，垂杨。垂柳啦，垂柳啊。他说垂杨之底的都是石杨。那是古树啊。我讲的垂柳就垂柳的垂杨。哈哈哈哈哈。哎，这个济南脑科医院。哦，这样的，在哪里？哦，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要去那边啊？在这个，这个你为什么要去？哎，你们秦传在那边上了手机，脑科医院呐。哈哈哈哈哈！既然老了，脑科神经病。哇，再进去一块嘛？啊，再进去一块哪样块？我爱打针，好了，再进去一块嘛？一直给做材料吗？那个根本你想的，你看这好几十分钟要倒车要拍。啊，管噻，寂寞在空中啊，莫再飞，莫再飞，莫再飞。
广东话你就要学。水晶你会搞？哎，这听完这个仲衰啲，仲衰啲，行行湿湿啊！行行湿湿，行湿。细沟细沟，细沟细沟湿。白话。不是啦，广东话没有白话。广东话是白话嘛？你问他是不是？不是啦。白族的人才叫白话，东话不是。广东是粤语。那你们讲的白话？不是啦，白话还是白话？不是啦，是白话。你知道他是中共见面，你要跟他在那边定国什么？他中共见面已经九十天了，去到九十天。还是我们的 cameraman 好，你看，他一直拍你回家就看到了，你看，你回家就看到所有东西了。为什么？你们可以多少一百分钟？有啊，啊，那没有，这样已经够大，我已经放大了。放到最大的，不是不是放最最大不好的，等一下摇晃，他摇晃又看得不清楚。你手拿住啊，不可以放得太大。这边后面大家看后面，这边的就是立夏亭了，立夏立夏亭，立夏亭，立夏亭，哎，立夏亭，立夏亭，立刻停啊！这边有一个亭子，哎，过来这边看一下。等一下，他会转弯吗？他会转啊，他会转弯。他转一圈呢。哟，这个在中间的吗？在中间的。哎，这边可以转，这边没有。等一下，他转回去嘛。他会转回去。对，这里拍的不清晰。立夏亭。立夏亭。一个木字旁，一个立水。立是什么意思？立啊，我们这边有一座山。哦，这地方。哦。刚才你拍到的，刚才那个是回头亭，不是啦，立夏亭啊，回头亭啊。因为转到那转弯要回来，就是什么？那个是一个小岛。一个啊，一个湖啊，最大。邓平湖。邓平湖是。鄱阳湖还鄱阳湖，岳阳啊岳阳。这个湖如果冬天会不会结冰啊？冬天很结这个水啊，它有些是流动的啊，会结冰。冬天很少，会很冷。哦，这边来，来，我去，好了，螃蟹，像大闸蟹，大闸蟹。
哎，你看小岛真的吗？他身很美的。应该看，这看这学校里面。我要点飞机了。这不是飞机。这不是真索道。你就说跟朋友讲，哇，很漂亮。飞机。哦，我买飞机呀。飞机飞机。天哪，那个。对吧？不要挤靠车门，不要伸手伸出窗外，不要在车内吸烟。啊，对。我们谢谢您的合作。乘客朋友，不要动作。乘坐泰山索道，享受阳光服务。泰山索道伴您一路轻盈，保您一路平安。泰山索道全体员工，两只双手。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and hope you have a pleasant day. She's on a蒙古大爹，哎呦，挺好听嘛！还嘿，是真有水发，喊你给我杀，他无代志。你是少年嘛，下个月再干啥去？今年没事了，那无你老了。有个啦，爱护你嘛。不要上场啊！不然停下，难听把你忽悠掉。好了，各位啊，我先给大家讲一下哈，我看来了几位哈。没关系，后面还有三位，一会儿我给他们单独讲吧。我们大概是大家。他们今天。哪有？你坐在这里的。嗯，现在我不上。哦，要要要要要要。我这里拍了就上。就光彩，就是嘛，我就这个，这个就是暗一点，看我这发亮的，发亮。波黑的发亮哈 ，shining。你讲什么话？波黑 shining。熊猫讲人话。不是你也会听吗？熊猫讲人话。下面讲花很多，最近黄花。全部是勾啊，这个是什么？麻布麻布是春花，哪一个？黄色的。刚刚是讲迎春啊，迎春啊，醒不来呀，醒不来，明天换棺材呀，哈哈哈哈，大厅换棺材呀。这搞有什么棺材的？有。
过来，我要到中间了。来，你的儿子。用力了没？人家赢没？给喊过来。不，你的都被遮住。哎，下面下面，他不懂你眼睛啊。下面下面下面，冇啦，下面冇啦。我这边中了奖，耶！来劲啊！后面有四个。快点！哎，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对啊，这个上来。这个是好拍。你带回，你给算下来。我第一次让你是安卡拉酒店。哦，好的。未使了哈，别搞笑啊！帮我别搞了，喂，哇！这不是钱应该投啊？哎呦呦，太难看不到了。比八千都厉害，将我冲过去。哎，那个，这他妈是嘴巴贱。你还派给我等你买一个帮我这六十多个，你等这贵个生个，你比我比你赚钱，你个。强嘛，比强。你想强了，想强了，已经唔叫唔强去，他自己飞出来，不能强回来。你有道心才有办法嘞。啊，我跟你讲啊，我拿了东西借来一下，爬山就要买这个东西。他借来一箱没有玩的，你看。等下爬完就还你咯，爬完才还啊，强强哥。这颗银杏树一千多耶，不能赢了，赢是赔，赢什么赔都得罪。OK。所以这个呢，一般的呢，就是不要。OK。活着。所以呢，这边的几棵树，银杏两棵，这边一棵槐。我们再往前面走，那边。这一棵是槐树。槐树啊。槐树。这边是槐。我们后面的这个大殿，身后的这个大殿，宋天宝殿。洗手间呢？有两个而已，我们到前面两个。但是宋真宗当时封蔡山神为天齐仁圣帝，使得他有帝的称号，他想既然是帝就应该有后，于是他就想象了一位东岳庶民后，并且在这儿建秦殿供奉。来看一下秦殿两侧啊，东西各有一棵银杏树，这两棵银杏树呢，小猴啊，哎，这个雕刻那个龙啊，我只算四个角嘛，没五个角嘛。
一般怎么样？我告诉你，一般有五个角的，一般都是皇帝。对嘛？都是皇帝的，是五个角。他不是皇帝了，五爪的是那个。刚才讲一句话，把我们震开啊！震开是？你现在怎样都可以，神仙嘛，所以可以。讲什么话？我给各位讲一下啊，这边呢有一块石头呢，一定要来摸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叫石头在哪儿？就在他那边那个石头对面呢，有块石头，非常光滑的地方。看到没有？上面和下面很平常，中间呢非常光滑。
么说呢？大家呢？哎呀，哎呀，身体健康啊！你看我们摸的发亮。上面和下面很多，都是佛道，中间最宽的。不是，我走三圈不桃花运，你要桃花。哎，走走，你要走。不是，你要摸两圈，不可以摸三圈。快等电梯我。啊。你要拍啥？千多年左右呢，整个寺庙里面的这个佛塑呢，啊，这边有几棵，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前面的这边呢有一棵，然后呢我们身后啊那边呢有几棵这个佛塑，所以这个佛塑的话呢，它是当年汉武帝当时来到泰山封禅祭奠。
想把所有的一些儒学的书籍呢，都要把它销毁掉，所以这个秦始皇当时派兵来到这个地方，当时可以说毁了很多的一些东西。我们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边所保留下来的建筑，基本上都是明朝和清朝年间保留到现在。所以刚才我们大家经过这边那个城门哈、就是我们身后的这边哈。这边呢是一个城墙来的，叫做明故城，明代时期的时候所修建，然后一直呢到了现在。我们整个孔庙啊，可以说大大小小的辅修呢，一共呢有数百40多，大修数十次，中修数百次，小
保修，不去修复。所以每朝每代的皇帝来到这边啊，对孔庙呢都会有个维修的。其中呢，来的皇帝最多的是谁呢？就是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呢，曾经几次，他曾经八次来到这个地方来。为什么来次数这么多呢？第一呢，就是说呢，乾隆皇帝对孔子呢非常尊重。第二呢，就是皇帝的有一位女儿呢下嫁给孔家了，嫁给了孔子的第七十二代孙，叫做孔宪培。所以皇帝呢，一则过来看呢这个祭祀，就是拜孔子；二则呢过来就是看他的女儿在山东曲阜住的习惯不习惯。所以曾经有乾隆皇帝九次下江南，八次来曲阜。给各位解释一下啊，八次，九次下江南，八次。这边的这个建筑呢叫做金生御殿，它当时呢是嘉靖年间，也就是我们明朝年间的时候呢所立的这个牌坊，上面写的金生御殿。金生御殿呢指的就是以前古代哈、啊、那个打击敲打乐器、啊、叫做有编钟有磬、打起来的声音呢非常的好听，那是我们中国早期最早的那个音乐了哈、那种以前呢叫做韶乐，韶乐啊，所以这边呢指的是金生御殿呢，指的孔子的这个他的学术呢，像美妙的音乐一样，非常的悦耳，非常的好听。这个御字呢点到了中间，这个呢也叫名家手下无错字之说哈，哎、它是明代这个传宗接代的，也叫名家手下，他就算写错字，也注意叫名家手下。唱的意思，哎，给各位解释一下。OK， 各位呢，大家跟着小欧呢，我们开始往里。所以我们这个一过这道大门，大家会发现这道大门的门槛呢是木质的，木头，一般的像中国。像蛇一样，蛇叫蛇尾，叫龙头龟背鹰爪蛇尾，这是。看我们来看一下，龙头蛇尾的，蛇尾蛇尾。破坏了，我们叫做全部就破坏了。
它一共呢有八个面，我把它做好了，可以八九十个。在整个这个地方，他生活的地方种了三棵，由于那两棵种了年代太久，这棵树大家可能会想，为什么两千五百多年的树啊？这是青草，已经累积了，已经很凉。所以这棵呢，也可以说是孔子当年亲口所说，叫先知种子。这是孔子当年。你好。是。这棵，你送给我一片呢？可以，没问题。这是孔子种了两千多年的，先到，拍好你走开，我拍一下。在这里讲学，这个每根龙柱雕刻的龙呢，都是无一雷同的，全都是二龙戏珠。说到这个龙柱啊，当年这个乾隆皇帝曾经来到，先不要走了，先不要走，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有不小心看到了，因为这个皇帝呢，既然来到就是孔庙嘛。孔家的人呢，要用这个红布啊、黄绫啊，就把他这个龙柱啊裹起来，装起来，不让皇帝看到。为什么呢？害怕皇帝呢会怪罪，因为有龙的地方偏土，所以害怕皇帝呢怪罪，所以都会用包起来。突然有一天，家里装了。孔子的塑像，他讲诗文在这里啊，诗文，诗文在这，在这，对，在这边，我不看。大可的，1700多年了。哎，最近你种的，这个松，这个柏树。这是去孔子的方向。为什么不动？对呀。Thank you.
皇帝可以注意到衍生公主，哎，小这个概率，因为他是孔子的子孙嘛，所以他可以注意和这个皇帝共同注意到。而且呢，到了清朝慈禧太后的时候，衍生公呢，他可以在紫禁城里面骑马。你像紫禁城里面呢，只有皇帝一个人才可以的。什么王爷、文武百官都不行的，衍圣公就可以的。所以呢，它是一个封号，一个特权。后来呢，是一个比一般官还要高的这个。这里呢是衍圣公嘛，处理比如说迎接圣旨啊、迎接遗旨啊、处理家规啊、家法啊、家规啊。有一句话叫什么？哎，后面的那句话叫什么？哎，后面的那句话叫什么？现在这里呢是山东。代表呢就是形容孔家世世代代始终平静而已，始终平静，始终啊，有平安，始终平静之意。所以那边的钟表。这边呢是一个会客的，是小钟的哈。然后这个当年啊，这个皇帝李贵还有李隐正在上朝，这都是被派的。所以这些翻译啊，翻老百姓就是看到老四人看到的。真的，他们讲什么？这个孔仪呢，就最后啊，那是毛氏，最后你那个是丫鬟，丫鬟是很乖。然后呢，再往后面呢，孔仪呢，在这个地方是个公主，但是这个时候呢，他来跑去怀孕，
我买的，你买的吧，我而家卖500，给你500，给他，俾埋佢，费事同佢讲嘅，俾佢，花钱都买咗，过嚟，哇，你好。 拍一拍，中国，我也拍一拍，还没有开完，他们就开始。哎，那边也是名，牟丹嘛，他到处都是种牟丹，不过，嗯，那个小没开的，你都你没开没的，没了，两个礼拜都赢了，两个礼拜了，两个礼拜就完了。下，哦，这个是的。 你怎么点大呀？你买一个，你点大，你知道不？我是上奖的，你买。我好，我听到你那个电话。好多啊！啊？这个是你们的。 H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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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p.